咱就生产一箱桶面行吗？咱放调料包，没问题啊。然后如果表现好的话，咱会有奖励的，行吧？有奖励，这个像打的奖励的。来了，1000个，加油啊，伙计们！哦，谢谢。我是中国小能手，我要急上糊了，你们就没戏了。 我都不给他们俩工作的机会，真的，你要放对了，不是，要横着放，竖着放就不行了。哎，咱称重量行不行？就不要数个数了。哎，我觉得我还挺有天分干这个的。哇，这是一个是吗？啊，好，等等，这儿好多。 这么多红薯耶，好开心啊！二，四个，这我本来以为挺简单的，今天的事儿我都本来以为挺简单的，差不多得了吧，导演。行，我挖一点就可以了。不。 哎，怎么挖都，这也太多了吧！哇，来，你通过考验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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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您辛苦了，谢谢。 可以吗？检查一下，看着干净吗？行，不管。就算完成任务了。嗯，谢谢。谢谢。